来到莺歌台湾的景德镇，很难想象这里陶瓷的发展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。这里不管是锅碗瓢盆啊，还是艺术作品哦，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。会有这样的荣景呢，就是因为有很多的陶艺家在这边持续努力的做创作。而我们今天呢，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陶艺家第二代，走。老师好。你好。他就是莺歌镇上知名的陶艺家第二代曾振明，父亲从事茶具创作，他可以说从小耳濡目染，努力走出自己的风格。曾振明的茶壶多次在大型陶艺赛获奖，像这花心思用红白色研制的满天星就很受青睐。当初在做满天星的时候，沉思很久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为什么不把星星都放在茶壶上面，才构想出这一个蓝图。满天星重于白色的点跟红色之间要有分明。做茶壶最难制作的就是有加上一颗一颗的粒子，如果做得不好的话，它白色会显现不出来，它很容易失败，也很容易造成龟裂。做的时候都要非常的小心，嘴跟壶把拿捏都要恰到好处，真的是很困难。有别于一般单色系的茶壶，满天星的制作最难的就是上头的红白颗粒得粒粒分明。曾振明在传统中求创新。喝好茶不止茶叶本身，还有这泡茶的茶壶也很重要。老师不止让茶壶是日常生活的用品，更提升到了艺术品的境界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像这个茶壶啊，要做到说，这样子有造型哦，然后又可以泡出好茶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土胎，土质很重要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因为土找回来了，然后还要去把它养土，养土的过程中需要养8年以上的土。龙轩，你看，这是我从山上找回来的土。所以我们拿这一个啊，就可以拿来做这个茶壶了吗？不行，因为这些土拿回来的过程的当中，我们需要用水去把它融化掉，然后再来沉淀去杂质，然后这个中间的话，我们会停留在8年的时间。要8年啊？对，没错，因为沉淀了8年了以后，它的土里面才会很自然的呈现它的粘度，还有它的可塑性啊。所以老师，我们做的茶壶都是用8年存了8年的土做的。没错，要能泡出好喝的茶，这茶壶的制作也得用高温，因为太低温烧出来的茶喝起来会涩，这烧制的功夫要拿捏的恰到好处，不同的土能耐的温度不同。老师，所以我刚才那个茶壶啊，应该是很高的温度烧的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一般来讲，这种满天星的温度，它温度都烧在1140度左右。如果它在太高温的话，它不仅它的临界点已经饱和了，如果太高温的话，它整支茶壶会变黑色。所以温度其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，但是当我看到说呢，塑造的这个形啊这么美这么好看，然后这种种其实有很多的环节啦。那老师，你找土光是找土就不容易，曾经找过7年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，为了找土，然后一直往山上里面跑，然后也遇到很多的困难，而且有的时候找回来都，我们都是要一次一次的去试，要试温度，试土的杂质，所以说我们才能做。但是有时候有的土回来杂质太多，也不能做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它的温度达不到我心目中的温度，那也是没办法做。所以这土拿回来啊，杂质太多，不耐高温也不能做。老师土法炼钢，花了好多时间在找土，就像做实验一样，每次试出来的结果如何都得详细记录，做好笔记。好辛苦啊，老师，你应该上山下海啊，很多地方都去找过了，这样子。说真的，其实土质要好，
要几乎要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，所以说在爬山到了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就会很危险啊，我有一些遇到一些什么像蜜蜂啊或者是虎头蜂啊。孙老师，你找土啊还要上山去，所以并不是我们一般啊在路边看到的土就可以用了。不行，因为在路边上的土，它虽然土有带有粘性，可是它里面的杂质包括太多了，而且它的粘度也不够。天哪，光是找土这前置作业就这么费心费力，我想没有极大兴趣恐怕也没这耐性到处找土一试再试吧。所以老师，那我们现在要做茶壶的第一步是什么啊？我们要做的是揉土。终于要跟老师实际来学陶艺了，我的心情兴奋又忐忑。老师，那揉土又有什么诀窍啊？揉土的诀窍是没有什么，但是一定要把的土里面的空气全部都挤压出来，叫这样子反复不停的揉，揉到完全都没有空气为止。看老师揉土揉得顺手，我想这感觉应该像揉面粉一样吧。龙轩，你要不要试试看看？好啊好啊，谢谢老师。看老师揉的是蛮顺的啦，我自己试试看。老师，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这个节奏感跟你好像不太一样啊？刚开始的时候都一样啦，只是说等到你后来，等到你学到揉到习惯了以后，你就会自然了。人家都说习惯成自然。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练肌肉的，就是因为呢要用好大的手劲哦。老师哪里要改进吗？你觉得我这样揉可以吗？来，让我看一下。好。因为我们要揉到没空气很简单，就是土把它折断，折断看到里面有没有包空气，没有包空气那就是全部都 OK 了，像这样子就可以拉了，因为它里面没有完全都空气都已经排掉了。通常这样揉啊要揉多久啊？一下子就可以了啦，不用揉太多。也是要这个土质好哦。对，它的柔软度要够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揉土的部分都已经好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拉坯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揉土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来拉坯。哦，好，老师，拉坯要注意什么？拉坯其实我们注意的是说要先开一个圆，但是先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要定位。像这样定位，像这样子有没有？先把它取一个定中心点，然后定中心点了以后，我们会中间再开一个洞，然后沾水，然后手指下去，然后我们往外拉，手指上往外，然后看慢慢的把它拉是高。老师你好厉害哦。老师的手真巧，泥土就像幼苗的栽培，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顺着老师的手成型，老师用心塑形，土就能有一个好的样态出来。老师看到你做这个我也想要试一下。好啊，可以啊，来，你的手伸出来沾水。两只吗？对，两只一直下去，整只手，整只手下去，整只手，对，不能太硬实哦。不用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来。哇，我有一种亲近土地的感觉。你不要怕它，我会帮你。帮我塑形这样。对，那你摸，现在摸起来的感觉呢？感觉。老师，这个土真的好油哦，好细哦。有没有开始圆了？没有像刚刚那样子。那老师，我如果想给它塑形呢？塑造型吗？是啊。好啊，那来我教你做。在老师的辅助下，这土感觉慢慢的在掌控中了。本来我想大胆一试，塑个不一样的形，但结果……来，手指头。现在下来。好惨哦！
老师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土了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触摸到它，就觉得跟它好贴近哦，而且感觉做这个也跟大自然接触到。其实做这种是一半要兴趣啦，所以说我们拉的时候，除了说它能够接触到说我们心目中想要的蓝图，就是说我们想什么我们就拉什么，对。那现在我来教你做一个花样，来，好，沾手沾水。好，老师为什么要沾水？因为沾水的话，它能让泥土保持湿润。来，手指下去。对，然后慢慢靠近。我们要先从它的右手慢慢靠近吗？外面的左手慢慢靠近。对，左手慢慢出来。慢慢出来。对。慢慢往上出来，这样。对。老师，你的手只要一放开，我就觉得它要变形了。你不要紧张，也不要紧张，慢慢来。你就当是在玩土，因为我们这都是玩泥巴的啊。你不要紧张，慢慢来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跟他感情不深啦。其实哈，你慢慢就会跟他做成好朋友了。他不听我的话。不会，你摸久了，他就跟你做好朋友了。对，你要教他做什么，你要他变什么状，他都可以。惨了，老师，我慢慢爱上他了。对，来手。因为我觉得要把它开出来。开出来。对。换这个形。开一个口。好 ，OK。老师，你现在心里想要做的这个是什么？你看到我想到什么？爱心。讲出来了，那好啊，那我们再可以变啊，我们。跟着老师，我慢慢的觉得这土越来越好玩了。老师说，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把土化为好茶壶，得到别人的青睐。你这样子啊，一开始的时候每天要在这边这样练多久啊？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几乎8个多小时。八个多小时都定在这边吗？对啊，因为你要学从最基础的，手拉胚学习。然后等到你学会了怎么做，然后才慢慢的去仿，就是观摩一下别人的形状，揣摩别人的作品。但是你光以前刚开始在学基本功的时候，你就一天至少要8个小时。对，然后等到你学了一般学了半年之后，几乎都是手拉胚都可以完全的做得起来了。但这些都只是基本啦，你现在讲的都只是基本的。对对对。那老师，你为什么那么爱他，那么爱，就是做这个行业？因为我本身从小看见，就是跟在爸爸妈妈身边啊，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制陶嘛，然后我们都是想说，看见爸爸妈妈一直在辛苦的工作，然后做出来的花样也没有什么变化，所以说就由我们下一代然后来继承，然后在继承的当中，我们除了不断追求品质，然后也要说把自己的东西能够好再加上更好，不仅能成为一件绝美的工艺品让收藏家收藏，更能带动说让人家觉得说，为何茶壶泡起来茶的感觉跟别人的就是不一样，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。所以是因为其实从小就接触它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从小都已经接触，然后至于说我们的土也是从小跟着爸爸去认识，因为并非说我们都一开始就懂得去找土，也是从小耳濡目染，然后看见爸爸的土，然后跟在旁边去学。父亲传承下来的手艺，老师也有一份继承复制的心。老师，那我们茶海这样子就可以了吗？没有，因为像我们这样拉起来，我们要让它阴干差不多一天的时间，然后阴干完了以后，我们还要修，把
把弧度所有的弧度啊遮出来，让它展现沉底美，我们才有去摇烧。所以原来还要先阴干修胚才摇烧。对。好，那老师，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你的窑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要烧窑了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走的用最后的步骤里面就是要烧窑，然后把茶壶慢慢的放进去。老师，这个烧窑要几度啊？要1140度。1140度。对，然后烧制过程要10个小时。还要10个小时？对。哇，老师，1140度会烧烧焦啊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它的临界点刚好是在那个温度。哦，所以真的是好事多磨哎，烧窑要10个小时，然后老师养土呢又要8年，找一个好土又找了7年。所以这整个过程来说呢，要做一个茶壶不容易耶。老师，这就是可以让你心静下来的地方。对，这里的地方是我小时候常来的地方。而且如果说有遇到创作上有一些瓶颈或者是无法突破，我都会静下心来，然后慢慢去思考，思考该如何去创作，然后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我去改进自己的缺点。其实作品上来讲，我走这一条路我从不后悔。因为做茶壶除了说兴趣之外，它可能启发我的灵感，而且在这边的话，它接触大自然，它就有一份让我心有平静的感觉在。然后在这里我可以启发到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然后也可以说让自己的心慢慢去沉淀下来。心情烦闷或是长思枯竭的时候，老师喜欢上山走走。老师说，因为创作必须心无杂念，静下心专心，才能有好作品。老师在这边啊，看到山啊，看到树啊，感觉心真的很平静。对啊，因为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夕阳，也可以看到竹子，而且在这里可以听风说话，然后听听流水的声音，所以说坐在这里可以心旷神怡，然后也可以让人的心暂时的平静。所以你想说啊，你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要心无杂念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在这里呢把心静下来。对，一般来讲心有太多的杂念，或者是说有太多的心事围绕着你，根本没办法去做一件好的作品。所以说都会想尽办法暂时让自己的心然后停下来，然后慢慢去思考，是思考说该如何从哪里开始创作，然后从哪里着手去做，然后自己失败的原因在哪里。老师不会觉得这个创作的路上很孤独吗？不会，因为在创作上的路上有许多爱护我的朋友，还有支持我的人，他们都会不断地给我建议，给我的意见，让我感觉到说人间都充满了温暖。然后也因为自己的缺点往往都是看不到的，别人的宝贵的意见就是我求进步的最大的动力。可是老师，我知道说你有好几年的时间是都没有收入的。对，没错。可是那几年没收入的话，虽然说过得比较辛苦一点啦，但是到现在来已经没有什么好怀念的。照理来，而且过去已经是过去，既然过去留不住了，那我们就是往未来来
未来来着手，我们追求的是未来。可是什么信念就是让你坚持说你一定要做这样子一个陶艺的创作？因为如果说你去做一般的工作，可能很容易就是每个月会有固定的收入，但是做陶艺的艺术这条路就是会比较辛苦，对，然后没有收入，是什么信念？当初在创作做茶壶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，做出来的东西不是说很好卖，而且价位又低，然后就是生产的话，然后也不是说像现在这么好，所以说虽然说路走得很辛苦，但是我也是终究坚持自己的理念跟目标。一路走来很辛苦，没错，可是等到说你真正的作品已经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到自己最心爱的作品，每一把壶都是作者的心血，而且都是独一无二，那种的满心喜悦就难以形容。跟老师聊过之后啊，我感受到说创作这条路并不是只是说有趣而已，你在创作的路上呢要能耐得住辛苦，耐得住寂寞。而老师说他原本并不了解说小时候玩的泥巴是这么有价值的，它可以变化成各种的艺术品。当他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原来爸爸教他的这个手艺呀，是可以作为艺术品，是很有价值的，让老师呢爱上了泥土，也爱上了跟大自然亲近。虽然说这是小小的一个杯，但是它所花的时间上会很久。时间上会很久，要多久？也是跟做茶壶一样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因为全部都是做手工的东西，都是比较耗时间。像这种茶海。七年没有收入，多长的一段时间啊！省吃俭用都为了理想。老师说他也曾转行到工厂工作，但转行后才发现最爱的还是从小父亲传承下来的陶艺。老师不断地提升自己，终于被人看见了他的作品。事实证明，坚持到最后的人就会成功。我从事做茶壶已经二十几年了，虽然做茶壶一路走来很辛苦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茶壶它不仅是一件绝美的工艺品，更是一件赏心悦目的，而且我也希望说将来一直会继续在创作上求新求变，然后会感谢谢谢爱护我的人，然后给我一些批评与指教，让我不断地往这一条路走下去。